传销美男鸡交友网钓剩女啊！ Hi， 妈咪做个 friend 啊，我叫 Andres。哇，系有个六尺男搭讪，姊妹们啊，又点会 say no 啊？不过原来佢另有目的噶、啊。等啊呢个女记者放蛇，睇佢点样先系一个 Yahoo 有缘人极速交女。到第一次见面就现形啦。我一坐低咋，佢就猛赞我眼又大，皮肤又好，香水又好香啊！唔紧要啦，我觉得你几 nice 嘅，所以 OK， 我会讲其实我为屋企嘅，因为我想帮老豆攞翻啖气。嗱，佢又先打孝顺牌，扮晒家道中落。咁我试住帮我打老豆啦，屋企有喷水池，有两张台咁大嘅浴缸，两张台咁大嘅喷水池、浴缸，有跑车。之后就踩低你班港男，男仔有几多责任咧？当有时佢自己都顾唔掂啊，唔好话养你啊，所以话好难搞，靠自己。啊，终于入正题啦！拎部 notebook 出嚟，叫我喺网上开 iShop， 先嚟就买美容产品同疗程，再 sell 出去，咁就可以分佣啦。出咪即系传销。但你系卡定 cash？ 其实你有卡咧，冇得噶。啊！轰炸咗我三粒钟，突然啊夹硬嚟添啊！你而家有冇卡？而家都有嘅，系啊。好啊，诶，你边张啊？攞出嚟睇下。都 OK 咯。系啊。咁我哋登入搞个手续佢。咁快？系啊。你叫啊！你知唔知你超傻啊？我话俾你知，呢个你俾一个五万几蚊，你可能每个月你做月供，千五蚊月供啦。后生仔做生意有少少资金调动都好正常。喂。我最后啊，梗系睬佢都傻啦。不过啊，29岁做秘书嘅 Dora 就阴功啦，付出真心俾个 Andrew 当狗费，先嚟氹佢俾咗3000蚊脱唇毛，再约去尖嘴私斗，疲劳轰炸 ，Dora 顶唔顺，碌咗48000啊阴功，做咗传销下线咯。喺一个社交网站度，朋友倾啱偈，跟住佢愿意买嘢，跟住佢买嘢。哇，梗帮住细佬嘅，因为佢都系公司嘅高层兼法律顾问啊嘛。唉，咁样借网上沟女嚟做传销啊，真系令人防不胜防啦。律师就话啦，层压式推销系违法噶，不过网上传销公司会用介绍费嚟取代佣金，咁就可以走法律罅咯。